笑一笑。你好你好，拍拍手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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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都是好朋友，点点头，笑一笑，拍拍手，笑一笑，点点头，笑一笑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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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都是好朋友。你好你好，鞠个躬，你好你好，拍拍肩，你好你好，握握手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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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都是好朋友。鞠个躬，拍拍肩，握握手，拍拍肩，鞠个躬，拍拍肩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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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都是好朋友。谁在呼叫鹏鹏？鹏鹏，鹏鹏。哦，原来是托托啊！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吗？鹏鹏，这是我的好朋友蓉蓉。我叫蓉蓉，看袜子。这些袜子都干了，我们想把它收起来，你能教教我们吗？哦，是这样啊，这个问题可难不倒鹏鹏。困难不要怕，总有办法解决它。生活其实快乐简单，跟我一起，一二三。第一步，找到两只一样的袜子。第二步，把两只袜子叠放在一起，卷起来。第三步，把卷好的袜子放进收纳盒中。问题就这样解决了。生活其实快乐简单，快来跟我一二三。嘿嘿，小朋友们记住了吗？嗯，记住了记住了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嘿嘿。蓉蓉，我们先做第一步吧，找到两只一样的袜子。好的，蓉蓉，你知道这只袜子的好朋友在哪儿吗？这儿呢。对了，你真是太棒了。这只袜子的好朋友在哪儿呢？小朋友，你知道吗？是这个吗？不是。那是这个吗？不是。那是这个吗？是这个，哈哈，对了，谢谢你。哦，蓉蓉、托托，就要帮助剩下的袜子找到好朋友哦。蓉蓉，我们继续找吧。好的。成了第一步，现在开始第二步吧。你们还记得第二步是什么吗？第二步是把小袜子卷起来。
你是不是啊，蓉蓉？是。哦，没错，那我们开始卷一卷吧。蓉蓉，我们开始吧，就把小袜子卷起来。放进收纳盒中。咦，你们的收纳盒呢？当当当当，在这儿呢，小袜子的家在这儿呢。哇，原来你们已经准备好了，那就赶快把小袜子送回家吧。小朋友，你太棒了！哈哈，你们太棒了！小朋友们太棒了，遇到困难解决了，生活其实快乐简单，跟我一起，一二三，一步找到两只一样的袜子。第二步，把两只袜子叠放在一起，卷起来。三步，把卷好的袜子放进收纳盒中。问题就这样解决了。你学会了，你太棒了。你做到了，你太棒了。虽然看似简单，但对宝宝来说却是培养良好生活习惯的起点。亲爱的家长朋友，下次晾干的袜子您就别动手了，快请宝宝帮忙收起来吧。雨过天晴，天上挂着一道美丽的彩虹。好漂亮的彩虹啊！孩子们，你们要去哪儿啊？树爷爷，我们要去彩虹的尽头，我们要去找小仙人。哦，才能帮我们每一个人实现一个愿望。可是那要走很远的路啊。我们到了，树爷爷带。去彩虹尽头的路很远，而且还要经过一片黄黄的麦田。红彤彤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。大家看起来好开心。请问你们要去哪里啊？原来是位稻草人。你好，稻草人。我们正打算去彩虹的尽头找小仙人。哦，是吗？听说见到他的人能实现一个愿望啊。你也知道小仙人？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呀？对，和我们一起去吧。
我哎，谢谢你们的邀请。虽然我很想和你们一起去，但我还要照顾身后这片麦田。麦子快成熟了，现在他们需要我的照顾，我要帮他们赶走那些贪吃的小鸟。嘿，小鸟，走开，走开，快离开麦田！嘿嘿，你们看，我一个也不能离开这里。哦，真是位勤劳的稻草人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不打扰你了。稻草人，我们先走了。再见，稻草人。我的朋友们，希望你们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。哦，很快就要到彩虹的尽头了，小仙人，我们来喽！想到要见到小仙人了，大家都好开心。我想要一个漂亮的气球。我想为我的小雏菊换一个漂亮的花盆。你呢，雷？我想要一个蹦蹦蹦蹦蹦能敲出好听声音的小鼓。啊，听起来真是个不错的愿望。志平，你呢？我想要一包巧克力饼干。你们能猜出我想要实现什么愿望吗？当然，是你最爱吃的香甜的蜂蜜。小李最爱吃香甜的蜂蜜。彩虹的尽头是一个漂亮的湖。啊，小仙人，欢迎来到彩虹尽头。你好，小仙人。你好，小仙人。你们好，我的朋友们。小仙人，我们来见你是希望实现愿望。对，哈哈。那谁先来呢？我想要一个漂亮的气球。因为我是小仙人。下一个是谁呢？我哦，是小狮子雷。我想要一个。我知道，一个能咚咚响的小鼓。天哪，我最喜欢这面鼓。啊，小仙人，我当然知道了，一个漂亮的花盆。啊，我好喜欢这个花盆。志平，我想你需要一包巧克力饼干。谢谢。小米，让我猜猜你需要什么礼物。我香甜的蜂蜜。不，小仙人，我不要蜂蜜，我想要一个大大的草帽。草帽？草帽？对，草帽。好奇怪的愿望。狐狸精灵说过，你需要一顶草帽。小米戴着草帽，看起来怪怪的。嗨，朋友们。稻草人。你好，稻草人。朋友们，看起来你们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。当然。小米，你的帽子看起来好漂亮啊。稻草人，你喜欢真是太好了，因为这正是我想送给你的礼物。送我的礼物？稻草人的礼物。是的，稻草人每天都在这里照顾麦田，当然需要一顶能够遮风挡雨的帽子了。小米，我真的非常感谢你，我真的好喜欢这顶帽子，而且这顶帽子戴在你的头上非常的漂亮。真的吗？哦，是呀，非常漂亮。守卫道天赶走虫，外面大家都爱他。稻草人真棒，小朋友们都出去玩了，他还在辛勤的劳作。小米也很棒，他送给稻草人这么一大顶草帽呢。这样他就不怕被晒晒了。小朋友，你会送给你的好朋友什么好玩的礼物呢？我把海螺送给全班的小朋友。我每年过节都会给老师送一个自己做的贺卡。我的贺卡上给老师放了些方块跟一些小娃娃。
我把漂亮的芭比娃娃送给晴晴，晴晴像个芭比娃娃，我也想做一个芭比娃娃。芭比娃娃有长长的头发，芭比娃娃有漂亮的裙子，芭比娃娃有漂亮的鞋子。我给妈妈送一个手链，然后为什么要把手链送给妈妈？因为妈妈辛苦。哇，有这么多好玩的礼物啊！嘿嘿，那我也想要了。好朋友，快快来！我有一些小礼物送给你，送给他，希望你能喜欢他。我们永远在一起，快乐幸福好。身运动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啦，准备好了。跟着碰碰挥挥手，啦啦啦啦啦。跟着碰碰挥挥手，啦啦啦啦啦。一起扭屁股，碰碰扭屁股，快来扭屁股，啦啦啦啦啦。画个圈圈。圈圈，跟着碰碰挥挥手，啦啦啦啦啦，跟着碰碰挥挥手，啦啦啦啦啦，一起来跺脚，碰碰再跺脚，一起来跺脚，啦啦啦啦啦。像鹏鹏这样游哦！哦，我们一起来游泳吧！哇，游得真快呀！跟着鹏鹏游起来！游游游，游游游，游游游！太有意思了！游游游，游游游，游游游！哦，快快游！加油加油！游泳好开心啊，小朋友，快点快点站起来，一起游泳吧！Thank you.
小朋友们，跳完舞之后我们要放松一下，跟我一起来做深呼吸，像闻一朵花一样。好香啊，真香啊，一起放松真开心，啦啦啦啦啦，跟着蓬蓬放轻松，啦啦啦啦啦，一起深呼吸，蓬蓬深呼吸，大家深呼吸，啦啦啦啦啦，闻一朵花真香，再闻一朵好香啊，一起放松真开心，啦啦啦啦啦，跟着蓬蓬放轻松，啦啦啦啦啦，一起画圈圈，画个大圈圈，蓬蓬画圈圈，啦啦啦啦啦。爸爸再见，我们挥挥手，妈妈再见，我们挥挥手，小朋友再见，我们挥挥手，今天游戏就要结束了，我们明天再见面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托托再见，我们挥挥手，托托再见，我们挥挥手，小嘟嘟再见，我们挥挥手，今天我们玩得很